内地女星孙俪除了演技精湛，对身材管理亦都非常严格。近日她出席星光大赏，就不经意在镜头面前展示出完美背肌，于是就成为了热搜了。原来除了靠运动之外，饮食上面亦都要注意的。而孙俪就是采用168轻断食法，简单划分就是8个钟头内进食，其他的时间就要断食。她举例就说，如果在傍晚5点吃过晚饭，之后就要去到第二日的早上9点才可以吃早餐。她说有时夜晚外出饭局吃多了，第二日就可以用轻断食法，好快就可以回到原先的体重，对排毒和控制体重是非常有效的。这个绝对是喂食之人的好消息。